欢迎你来华出席成都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的运动会开幕式。你也多次表示重视中俄关系，积极推动对华合作，我对此高度赞赏。建交31年了，中俄关系啊是健康稳定发展，双方的政治互信牢固，各领域的合作成果显著。中国一直把格鲁吉亚视为好朋友、好伙伴。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，中方发展对格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。你这次来华期间，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，共同宣布建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，把双边关系定位提高到一个新水平。中俄双方要共同努力，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更好的发展，为两国各自发展复兴提供助力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正能量。